Dude, you missed out on 检测。It was pretty funny。你应该没有办听到蛮法，多故事吧？我那个时候就是很爽，在家里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因为那个时候 ，You started the pandemic。不是，其实不是我，大概我是第二个。You are the beginner。我是第二个，我是第二个。Yeah, you're the 就是，哎，说不定你传给我的。会吗？不然我怎么得到的 ？I don't know。那个谁，叶俊伟，对，吓到叶俊伟，他对零号感染者。Oh my god！ 病原体，他那个时候感谢他。他那个时候就在检测前一周，我们回去，他那个词叫什么？我一直忘记。收假， yeah, uh-huh. 收假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是有个群组嘛， yeah. 然后通常都一起约高铁。Yeah, yeah。然后。结果没多久，他就大概我们那个时候三四点就已经要准备回去，然后他大概12点就说他不舒服，嗯哼，然后那个时候就心里有个底嘛，我想说，哎 ，Oh yeah, here we go， 嘛，该来还是会来嘛。我们聊了， yeah. 我们从当兵第一天就跟他讲到现在，我说搞不好确诊，我们就可以回家。哎，但那时候我其实很怕，就是你确诊 ，like do you still stay in the military？ 嗯 ，or do you go home？ 哦，因为你确诊然后待在军中其实很痛苦啊，都要15天呢。而且我又怕说我们那时候确诊 ，and we go home for a break， 嗯 ，but then、哦、你不能回去 ，no， 不是不能回去 ，you go home for a break， 但是你那个15天会加在你的、哦、那个兵就是你少当几天，对对对，后面就会加上去，哦、but good thing it didn't， 对 ，dude， if it did， I would be so lonely， 转了两个礼拜，有没有这么久？有啊，15天不止哎、欸，我是先被隔离，因为那你更久啊，有一个人更久，那个哦，你说那个啦，你有跟我讲过对、那个、什么差不多三个礼拜吗？差不多，他因为他一开始先跟我们7天、uh-huh. 哦，没有，他28天，差不多20几天。Dude, that's crazy！ 因为他一开始是先跟我们，然后就是我们同一批，一起被隔离。Yeah， 但他那个时候没有确诊，所以他7天后他就回去。Yeah. 啊，我确诊，我就继续待着。Uh-huh. 所以他回去，然后他也有检，他不检测，然后。后来下部队好像没多久他们家人又有人确诊，所以他也要隔离七天、哦、隔离完7天回去之后他又确诊，然后再回去2个礼拜，所以他等于放了一个月，真的28天，一个月就20几天。那他也没检测吗？还是他刚好有回来检测？他又补检测，他有跟我说他补检测的事情，他在他下部队补检测，没有啊，就在成功岭。因为什么你没补？因为我确诊啊，他7天完就回去了， oh, oh, oh. 然后那个时候还一片混乱嘛，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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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回去的人就先检测， okay. 然后你是后面才回去。我后面才回去，然后他那个时候，我回去也没看到他，为什么？他要跟先下部队的？没有，他跟我们一起下的， oh, 他最后一天才回来，你还记得吗？最后一天我们在等一个人啊，他一来他就直接跛脚，哦 ，That's him， 对，就是他， Damn. 对，然后那个时候。忘了，反正他们还说什么，他们检测就是跑个形式，就他不是要考那个什么东西 ，base 什么、yeah. 做什么，结果他们就说那个长官只是带他们到那个场地。我们也其实也都是这样。对、啊，然后坐在那边，然后就一个小时就走了。Oh, that's sick。对，然后后来就说你们安静做这些事情，什么不要吵啊，看书还是什么。That's sick。就是拿你就拿那个一直念一直念，那他也好像也没有要考你。那就很好啊，因为那个其实很烦哎、欸。